海边先，我们要去巴萨先去买菜，只记得某年某月某一天，班台慈济志工来到曼荣县老人院探访这些无依无靠的耄耋老人，平时就有一些慈善机构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了，我们这些志工还能带给这些耄耋老人什么呢？想到暮年的老人最需要就是快乐，在孤寂晚年岁月，若给他们带来一些欢乐的气氛，那是远比什么山珍海味更为合适。志工平时不是有个歌咏队吗？对，用歌声来抚慰寂寞孤独的心灵，没有什么比快乐更有价值了。我们一行七八个志工二话不说，在晨光熹微的早上，我们
们驱车来到位于曼荣县老人院。